爱护动物是人类呢万物之灵的应该要发挥，可是呢这是人类的可悲，就是悲在呢无知，无法与生态共知识，不管是大空间或者是动物的生物的之间，这都是呢我们的智慧缺少。动物啊，生物啊，生灵各有各的生态世界，我们就让发挥我们的爱心啊，彼此呢安稳在自己的生态世界里，这不就是最好吗？假如我们能转世成智，还有要把这样的六根所接触到的这种种的境界，把它呢转为可有可作为的，我们要如何来利益众生？可以把这样的知识啦，转成了智慧，成所作智，有成就的利益众生。